才想到了，有一位来宾，我一定要马上演奏啊！他是从大同乡啊，南山那边骑单车过来的。他说一定要听这首歌啊，不是这首歌啊，所以我刚还没想到，突然想到小喇叭曲子啊。这首歌呢，我在美丽华有一段时间啊，常常演奏。那在美丽华呢，是人多天气好的话，有时候上千人，我前面看不到后面。有一次呢，点这首歌，有一位也不太算年轻的，也不是老人，他说表演了这么精彩，就有人在那边干说干你鸟物，干你鸟物，干你鸟物，奇怪啊，他要点刚都雅物了啊，他是兔子，干你鸟物，干你鸟物，他说啊，刚都有杨三郎的老师的歌了，他说蓝调，什么蓝调啊。蓝调，吹小喇叭跟蓝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像人每个人的歌声调都不一样，不一定要喊高就是很厉害，那过激发怎么办呢？都一样，每个人的声音的 range 音域都不一样，所以接下来就安排这首啊，刚好啊不，刚多雅物啊啊，来，不是我没水准的，我是学他讲话啊，来，我不是张军士啊，不是，是。可以听到或是熟悉我的朋友我知道我是宜兰的伴子啊，我太太是南方澳，就是最近塌下来那个地方，那个不是我盖的啊，不是我的，是那个经常当时我跟我太太常常去那边约会啊，接着我骗我太太说我好想看那个桥，看着看着上不就十指紧扣了，连睡觉也十指紧扣啊！有没有看过这么感情这么好的？如果改天你见到我太太，一定不会这么说啊！啊！
对啊，对，我21年前啊，对对对对，对是。然后呢，这个我太太有一次跟我吐槽啊，乱讲睡觉实质情况，她有原因的，说我原因，因为晚上睡觉会怕鬼，所以。啊，真的非常感谢今天的，尤其是我们文享啊。那因为今天也是7号，听说圆山下大雨啊，啊，我刚听他们讲，有的很多呢半路啊又走回去，花莲来的有2部游览车的，到了和平又走回去了啊，是是，所以今天，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们黄老板就是春不老的老板啊。从前天开始也在这个地方跪下来求老天帮老不要下雨啊，他的力量只有到6点而已啊，6点他就下了。谢谢谢谢，我想我们再安排一个另外的时间呢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好不好？找一个听众。我最主要是 CD 我不带回去，就放在这里啊。